我的心现正，在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，正在等他创造新的世界。按你旧的世界不管了。没有啊，我要开生，我要等一下改成生存，这样等一下给自己协助的时候就行。然后我要打指令，等一下我先看一下，把自己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这里好像不太安全。诶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不能动也不知道啊，就叫你要重新关掉啊。刚不就是重新关掉，而且还开新的地图。你连打指令都不行。就是要整个关掉啊。怎么会变成波波猫了？刚有英文。而且变成有 cat 了。到底发生啥状况？My God！所以现在可以开始录了。已经在录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先准备进去的意思，懂了。我这等了好久啊！我要玩我新创造的地图啊！你没有耐心。快过来，很好很好，赶快赶！可以动了吗？我还没进去，就先发生这个奇妙的状况。你要来看吗？本来下面的那些东西移到右边了。诶，回来了。我现在，诶，有了。有，很好很好，继续保持。很好，怎么卡住了？咦？咦？我正在进去，我正在进去，很好。不过现在状况很好，现在很顺的要进去游戏。你怎么一直爬在零趴？有了。我一百趴啦，赶快进去啊！快点，我开始转了，怎么还没进去啊？什么情况？Holy，陷入个木头。抽象的木。
新手，我终于看到世界上的第一块，好几块石头。啊，哎，那个星星是什么啊？我想应该是可以让我变强，是宝石度吗？啊，哇，完成石器时代。挖多一点，可能没有比石头更强的东西耶。没想到 MC 这么容易呀、啊！不对，我还有看过钻石，看来没有这么简单。不过我好像已经升不上去的感觉。这个斧头，哇，麦块新手哎！麦块新手马上就得到了这些石，诶，这是煤炭吗？哦，果然是。哇，好多黑色的东西，这我不确定是不是煤炭，煤炭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人家在录影片呢。录影片也可以唱歌啊。不然呢，影片都没有声音。都没有音乐。你这个算音乐哦。不然你要放呀呀呀呀呀呀呀。等一下，别在这个时候说。你有煤炭，这不是传说中的超级煤炭吗？果然不能吃。哇，这不是超级煤炭吗？比钻石。传说中的，要有有。哦，没带来拍片。第一次拍就遇到这种干扰，很难接受。哦，终于拿到了传说中的食物了，因为我离我现在来说，什么东西都是传说中。嗯，那什么？嗯，有个
高山耶，有没有村庄啊？我记得有一个叫村庄的东西，当然是普通，避免有村民来干扰我。食物，我只有一个哎，哇，只剩下一个。只剩下一个烤鸡了，趁现在赶快收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给自己一个东西。如果做不出来的话。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。听到别人在拍片的时候，竟然有电视的声音。哇，那里有一片草原。哦，有肉哇！我终于看到哦，不要摔死！我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血，那个爱心是血。幸好我是一个聪明的男孩。拿着斧头向前冲，哈！听到，哎，我的伙伴呢？骷髅头，哎小，哎，我看石斧这边一击就必杀，哎，哎呦，看他几片了。哎，哎呦，原来是豹，哎对，这像是那个豹子，然后跳起来打，哎，哎哦 ，Creeper， 啊，它会爆炸，它会爆炸，这个我就记得。但僵尸好像不会爆炸，因为药会让人饥饿的腐肉。请你猜谜。哎呦，其他生物都没有跑哦。如果杀一个的话，另外一个就不会生出小孩。我想到一个办法了，直接干掉。毛羽毛丢掉，然后诶，两个都干掉就没事了。看来我给我那个东西了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。创造模式，给自己一个床。一个红色的床，给自己蓝色的好。先做一个甜美的梦。生存麦怪小教练，教练也是新手。哦，是是僵尸，等一下，是我把他打死的吗？那是什么声音？我要先把食物收集。时间到了，声音有吗？嗯，我现在等最后一个肉烤好。烤好了，很好，然后煤炭放回来，然后敲掉，
敲到，我们不要去拿到那个，然后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我在做最后一件事情，我要亲眼看看这矿洞里有什么。是峡谷，有铁，好感谢生存。哇，然后挖铁，哇，我得到啥东西啊？哎呦，马上就拿到碎石了，这运气实在是爆好。看别人都用超多次，结果自己用了一下就好。要我拿那个吗？哇，运气爆好。这块没看，挖掉，哎，还有一层，看是没有了，就只有这一层，还真的，然后再拿一个熔炉，这些事做好差不多就好，拿七个煤炭，这边。诶，那边有很多铁，那边有铁，超过很多分钟了。哦，有了。刚刚出现是流星扣。没有。